好，欢迎收看《恒嘉论股》，我是杜詹林。胜利者国际宣布，振兴集团出资9360万令吉购买该公司8000万股，成为最大股东。达证券认为，出售股份是让该公司加入振兴集团供应链的战略，可以吸引来自建材领域的新客户。此外，该公司早前已配售10%的股权给厦门金牌橱柜，加上这一次引入振兴集团，胜利者国际创始人的持股权将稀释到22%。不过，这一次的股权变动却可以让董事成员多元化，进一步保障小股东的利益。行家估计，振兴集团将在2022和2023财政年为胜利者国际带来5000万令吉的订单，因此将明后财政年的净利预测上调21%和22%。行家维持买入评级，提高目标价至1令吉18仙。